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屋子里面背面的这些墙都是我自己刷的，我的朋友都觉得我特别特别的牛。现在就是觉得收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，这边两个人错身确实稍微有一点困难哦。如果我这屋还能保留这张床，我是不是要把这张沙发弃掉？哇，哎，来一下来一下，这个有点严峻。晋升现在是要60公分宽，天哪，哇，这个好麻烦啊。